在这里的话就会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啊，使用了这些土界石，让官吏们站在自己的土界的土界石旁边。Yes, I'll come back to you, then I'll ask what happened. 而且啊，在这里玩和一些比较重要的大臣们，在这里也看了一些国事啊，或者说的政治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卢元，我是青少年文化遗产解说员，而且我今年是14岁，是初中一年级。我从5年级的时候开始准备了这个景福宫的游岛，而且我现在就开始和中国人一起看了这个景福宫，而且我今天和一个很大的家族一起看了这景福宫。而且他们很好了，他们都很仔细地听了我的解说，所以我今天很开心了，谢谢。